萱萱，你要少吃点啊。给妈妈吃一个。嗯。嗯。四子。哎，爷爷。明天你不加班吧？我让杜婶啊买了不少菜，明晚上早点回来，咱们一家一起吃个饭。因为是我。哦，明天啊，明天我要和洛奇开会赶工，把新的设计图给赶出来。对不起啊，爷爷。哦，爷爷，我明天正好也要出差。你看啊，萱萱。哦，明天干妈要带我们去吃。吃好吃的，你们忙啊，你们都忙。哎，爷爷，您早点休息啊。新年除了扫除也应该爷爷。现在失望一点，到时候就会越开心，不是吗？当初是你打通了关系，买入了 KL 的股份，这分红吃得好好的。宋浩宇忽然把资源拿回去，给了樊一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宋总的这波操作确实让 KL 倍感冷清，意见很大。我已经尽力了，但就是压不下来啊。这不是都是因为宋浩宇的老婆在樊一吗？这点都看不出来。如果公司让宋浩宇这么折腾下去，我们这几个老人一点话语权也没有，迟早会被他洗牌出局的。年纪轻轻就这么独断，再过几年董事长的架子还不摆到天上去啊？说白了，茂林也算他宋家的产业，他自然要扶持自己人。我说句诚恳的，大家是时候该想想对策了。嘿嘿，一个人都不在家呀，今天真是个好日子。自己过吧。在这儿呢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呀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。哎，好。爷爷，生日快乐！哎，快乐快乐！哎呦，还有红包呀！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呀？祝你生日。好好，来，萱萱拿着红包。生日快乐！思乐的手艺啊，
有进步。谢谢爷爷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那个黎鑫啊，爷爷可就等着喝你们俩的喜酒了啊！绝对的，爷爷，来来来。